今天呢，我介绍你们一个平台，它叫做 KC Mart。KC Mart 呢是一个会员制的代理商平台，也是全马第一的数字供应链哦。会员可以一件代发的模式转卖和推广他们新年产品，并从中赚取高达36%的佣金哦。同时 ，KC Mart 里的商家也可以免费使用他们的系统，以 commission based 的方式呢去对接更多的会员或者代理商，推广或转卖他们的产品。不止，你也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发展的方向，不管你要成为代理商去代理产品，对接更多代理商转卖你的产品，又或者为你自己的实体店提高流量和营业额都行哦。有兴趣了解他们的平台，我已经附上链接了哦。哒啦，接着呢，我有个好康头介绍给你们哦，那就是燕窝王。燕窝王呢是燕窝的厂家，而且呢也进入到 Halal Certificate 了，马来人也可以吃。吃燕窝的好处，我相信大部分人都知道。对于女性而言呢，可以美白和保养我们的肌肤。在市场上呢，大部分燕窝产品呢都混合其他材料，而燕窝呢则在于非常少的部分而已。如果你想要吃浓缩燕窝，又很贵。这几百令吉呢才几小瓶而已呢，现燕窝网呢推出了以碗装的浓缩燕窝包装，而且里面的材料成分呢只有水、燕窝和冰糖。现在超值的浓缩燕窝套装优惠呢就在 KC Mart 可以得到哦，而且可以吃到拉丝的感觉，味道棒极了。现在 KC Mart 推出优惠，一克加一克套装只需要48令吉，而三克加三克套装只需要88而已，是不是非常划算呢？赶紧点击以上链接购买燕窝送人吧。